太赞了，各位，又有观众要带我去钓鱼啦。我刚刚在这附近水沟钓，就遇到他，他说带我去钓七星，不是叫我钓金目鲈了。哇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，运气太好了吧？中！哦，哇靠！欸，水沟有这样的鱼，这黑钓，这黑钓，我的！我靠！我靠！这个黑钓。水沟有这样体型的，我给我要量小量。哎呦，有25呢！哇，这水沟有这样体型，赞哦！刚刚一抽，看到它冲出来，哇嘞！平常还是要积点阴德才会遇到这种好事情。你是人家养的池子，感觉丢水标了就会咬。今天本来想要水沟拍个水沟系列，但最近太热，鱼都不跑下去。让我回想起大概3年前的阿北带我钓鱼的那个场景。哇，太晒了，太爽了！前面那位是观众，他在带我去他的私房景点，应该不是，应该算是他们家的池子啊。想到就开始爽了，止不住的笑容。然后它涨潮了，因为水位很高嘛，它直接把那个管子挤断，然后水就一直流进来，所以它就跟着那个水逆流进去，哇，太爽了，而且很多池哎，我应该把我的虾子全部接过来，好，慢走，好，今天又有一个舒服的任务了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，还愁着今天钓不到鱼，哇，太爽了。看到那个金目鲈，不小只啊，不小只，不小只啊，对啊。找个比较好下去的地方，看到这边有个斜坡，看看水车这边，抽了几竿不咬，哦呦，吓死人！中了，嚯嚯！中了，嚯嚯！哦，刚中了，直接洗塞把饵洗到上面来，太扯了。中喽！中喽！快哦！没事不会啊，拜拜啊！哇，漂亮的金目鲈，尾巴是黑色的。好，这只先收起来，看池主怎么处置它。现在水很浊哦。鱼在吃啊。鱼在吃哦。哦呦，钓起来看。对啊，没有被超过应该还行啊。对啊，而且很有拉力，有那钩子不要拉开钩了。拉开钩。对。也是挺聪明的。对啊，太阳比较大一点。哦，来喽，来喽。会怕。今天的猎鹿先告一段落，真的是太热了，准备回家休息。好，介绍一下这次装备 ，ABU Aqua Colors 962 Beast， 我买了一年，终于开壶了。
金角杯和抛投15到48克，随你抛啊！无论是米诺啊、多杰也是铁板，操作起来轻轻松松。搭配 Rebel AX Seat 4000SH， 剪线顺畅，重点是它还给你碳纤维握把，哎呦，真香！整组搭在一起，平衡点非常的理想，期待明天能够把积分都搞起来。早上各位，前一天真的太热了哦，大概下午1-2点嘛，哦，那个快被晒成人干了。所以今天早一点啊，大概6:30的时候啊，现在水没那么热，而且它现在这个水车有在打，应该会不错吧。哦呦，咬一下，凶死人！终于从下面咬，凶哦。终于了，终于中了，呼！金木鲁又中一只了，这次换小耳果然才会咬。这个偷跑不救金木鲁，体型还行啊，大概50公分左右。但是它是从这么小的鱼苗长到这么大只，大概花半年的时间，还蛮快的。继续换点。哇，这边钓鱼当健身，天气又热，我觉得这趟钓完应该会缩水个10%吧。怀念冬天的时候，但是冬天太冷又不想出门，夏天太热也不想出门。哎呦，哎呦，应该有拍到吧？超凶，太咬了，太咬了，中鱼了哦！中鱼了哦，咬哦，吼，凶啊啊，喷的，哎，哎呀，我发现现在饵抽越快，他们越能反射咬，这样是最好的，不然抽太慢，他们会有时间去看，啊，这样一看，犹豫一下就不咬了，中鱼了。哦呦，哇哦，哇哟，抢线，碎了，这只比较粗一点。嚯，哦，好大人这样，哇，跑不掉了吧？我前导答案出。应该是不会被它磨断。哦，好热，又热又累。哦，这只有肥哦。嗨，肥哥，来各位，大概3斤的金木鲁，漂亮！哇，这边半年可以长那么大只哦。中鱼了，哦，洗塞，中喽，中喽，哦，哦哟，赶快拉脱离水车，耶，舒服，一咻，来吧，哈哈，送啊！来了，晨间一只鲈，嘿嘿，爽啊！哇，这个晨运太舒服了。哎，各位观众，火眼金睛金木鲈，哇，那嘴巴很大颗啊！啊，它这个吃起来肉质应该很好吃，吃白虾长大的，哇，天天大鱼大肉，力气很大呢，这个。已经被拉开钩了，等一下要把它瞧一下。体型不大，但是有这样爆发力啊，真不敢想。如果是这种米级的，应该是会拉到蛮长跑，甚至被脱裤。来，各位，打算来营地质疑一下，既然在这边吃白虾嘛，那我刚刚就去钓具店买了一桶白虾扣来，应该可以连干了，我觉得。然后我刚才发现里面有一只很大只的 OK， 哇，
是连 OK 都跑进去了，而且很肥，看起来很像红鹰版。白虾战队出动，吃了，中了，中了，哇，现在真的太精了，哇，转水车。不能给你冲过去啊！吼吼吼吼！哦呦，金木鲁！终于要搞到一尾了，活下哇！整个吃到里面了，大家直接把线剪掉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线被磨成这样，哇，他们嘴巴真的很厉害。又一只哦，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腻了。我发现这边的变身苦也会啄白虾。哇嘞，其实他们杂食性的，可以预料，只是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热烈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金木鲁，直接冲上来吃哦。哦，这只大了，这只比较大一点。哦，那活虾轻松多了。哇，我们路遥要狼整天，没东西。我看这今天就可以把它通通钓光光了。嗯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乖狗狗过来。鲈鱼来了。中鱼，水啦！其实鲈鱼很多嘛，我靠，这个不行！赶转水车，哦，竟然顺利回来！哇，这只不小呢，应该是我在这里面钓到，算还蛮大的。哦，耶，又一次！哇，这只应该是我这一趟里面钓最肥的。收工啦！ Yeah. 感谢池主，让我爽一天，不对，是爽两天，我连续两天来，三天，玩了三天，不错啊！解救大龟的我，之后有什么好玩的跟我讲，好、oh, ，OK， 讲好像有一些好玩的东西哦。好、oh, ，对啊，对啊 ，OK， 这附近有啊，附近有，好，再联络，再联络，可以准备回家喽。大家把那只鱼拿去待客料理。这吃这么多白虾应该超甜的。哦，今天这一桶的不是他吃都不落晒，一个人而已，给我一桶这个。要许我做鲜科超大的，大鲜科直接吃。哇，干煎的部分来的比我自己煎的好看多了，外酥内嫩啊，舒服。鱼汤来了，香，新鲜的了。好鲜。